电影《想见你》在韩国上映，凤南小队徐光汉、柯佳嬿、世博宇26日也前进当地与观众见面。안녕하세요저는허광한입니다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오예안녕하세요배우가가연입니다오很开心今天来到这边见到韩国的记者朋友们안녕하세요저는시배우입니다새해복새해생일복많이받으세요많이받으세요对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结束记者会后就要跟韩国粉粉见面啦就是你，就是你。